屏东西市场拥有40年的历史，经过屏东县政府改建之后大升级，成为南台湾第一座可以调控室内温度的绿建筑市场。副总统萧美琴还有屏东县长周春米等人共同见证开幕，萧美琴还在现场认真采买。摊位上各式各样新鲜蔬果，副总统萧美琴逛得好起劲，挑了洋葱、洛梨，接着又拿了一颗大苦瓜。与屏东县长周春米相约逛菜市场，每摊都好买，空间明亮，带着文青风逛菜市场，还有冷气吹。屏东西市场拥有40年历史，改建之后全新落成。不管是外观，不管是内部，我们有最现代的、最科技的，还有绿能节电，还有环保。摇身一变，成为南台湾首座可调控室内温度的绿建筑市场。近百摊涵盖蔬果、生鲜，也有百货、饮食。产地直销有产销履历溯源，品项多元在地，现代也保留传统市场人情味。凉了，这里比较干净，几乎是五星级的设备了。南台湾另一个另类的现代的科技的一个市场的风范。屏东西市场强势回归，县长周春米与副总统萧美琴见证南台湾市场新标杆落成。两位女性超高人气，摊商们好乐，争相自拍，逛菜市场也能很五星级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报道。